我以前是性格很内向的，说话也很少，和熟人说话都不是很多。现在做民宿后呢，感觉我性格都变化了，也喜欢说话了。现在我感觉自己的性格很开朗了。要怎么去跟个人沟通，就现在要介绍自己啊，要跟个人要怎么介绍我们这里啊。我那时候我老公也是想叫我去桂林去市里面跟他开那快餐店，我来这报名的时候我就跟他说，我说孩子在家也小，还有个老人在家，这里家里有事情之后我就在家，虽然照顾家里啊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带，他就有点那个不乐意不满意，好了，现在还是挺支持的。我只觉得他长了一张生猴子的脸。就一开始我也听说，其实村民都不赞同，就是捐房子来做这个民宿嘛，有没有希望？就是说这个，那太成本太大，今天才慢慢，应该也是政府啊，然后过来做思想工作，就跟老人慢慢沟通，对，跟整个村慢慢沟通，然后。还同意拿两个房子来做。那些男的都出去工地做事嘛，家里面就剩妇女了。那妇女在家也没事做，就靠点农家乐打油柴呀、打做竹筒饭，这些就吸引点客人，就是把我们的原生态，然后给客人体验嘛，慢慢的就接受了。没有客人的时候，我们又照着拿这个工资，我们觉得心里呢还是……我还希望我忙碌一点，忙一点。对的，我们有钱了，他们也有钱了。我忙点，我累点，累点没事。就像希望那个村民能分到多一点的那个。因为来到这里，大部分都是想安静一下，放松一下。希望那个个人回去的时候，能一个传一个，一个传一个，来到我们这里来。就要体验我们这里的民宿。